来每点温馨，每点欢欣，每个梦，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，从多网内，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尘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，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？难难年年都必须承受。原来每点温馨，每点欢欣，每个梦，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OK， 发布会结束后，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了体验区，上手一加八 T。外观上呢，一加八 T 回归了直面屏设计，背部摄像头也移到了左上方。好处呢，就是能放下更大的电池，这一点呢没有什么可争议的。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轻薄。重点升级呢，首先就是屏幕，除了120赫兹刷新率，八 T 还是第一块拿到了 Display Mate A 加的120赫兹柔性直屏。毕竟一加在屏幕上一直都是舍得下血本的。后置4800万四摄有少量升级，200万风格镜头有点凑数的意思，但满足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问题的。除此之外，像双扬声器、横向线性马达这些肯定不会缺席。另外就是电池升级到了4500毫安时，充电升级到65瓦，20分钟就能充电70%。大电池加闪充加轻薄，这三点同时拥有的旗舰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今天外面的雨下了好大，这一会儿刚停。这个韩寒不知道在干嘛。毕竟，爱你哦。刚才拆了个快递，买了一个这个面膜。还有一个这个包包，今天吃个酸辣粉，小子弟，啊，我饿了，那我给你做吃的。他炒了藕片儿、白菜，弄完他就去跟他的兄弟打游戏了。下路那个，下路那个。他不吃我自己。如果谁还不舍，未必有舍有得，得到了什么？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烦乐，软弱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、哦、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畏畏缩缩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，或许会好好的活，或许会消失无踪。你在乎什么？不是没有苦，只是不倾诉。一条狗来一道坎，一条荆棘路。